一定要按原计划，29日清晨占领陆地城。是。先向中国军委发电报，报告我们已经到达了陆地桥头，敌人已经把桥板撤掉，并在桥头建起了桥头堡。死就在前里，生别再想，没有别的选择，只有冒着枪林弹雨冲过去。你们有没有信心？冲过去的，我嘉奖你；死了的，我杨成武年年给你烧纸，给你娘当孝子。抖音。